今日大家进行着咱今日啦，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2024年2月7日，今日是礼拜五哈。啊，今日整个台湾的天气呢，东北季风讲有小可增强啦，啊，一个北部的所在呢，可能就播一挂低阵雨，其他所在差不多拢是晴云到好天。故日行到12月23日，啊嘛，气温的方面，注意北较南温度。17度到30度，吼，这是咱天气状况，啊，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感谢啊，今晚嘞，咱来甲进行着咱今仔日的节目，开始来甲看新闻哈。来，首先咱们来甲看一篇民进党伫即回立委的选举过程当中，真济名选了无着，啊，所以互伊个失处落了吼，真济失去。尤其予人看到感觉真奇怪，就是迄个代志参选呢，会当当选，啊为着要来参选立委呢，刁国义吼，啊将伊个市议员会开就对了啦，甲人出来予别人去选，专心来拼立委，是我选了了，啊所以选民嘛实在讲啦，嘛看他嘛，无啦，啊，平时也是。这个对应节目，嗯，哪里啊？天门嘞，嗯，上面两面没有带起方砖的，无人恁没，无人恁没，咱恁没尔，哪有咧讲啊？就干咱恁没尔，无人恁没，所以当然要带起方砖的，无人会感觉呐。啊，无带起方砖的，无你无。啊，这门私调，私调以外是无选议员，专心要选立委啊。你当作当作就会输呗。你带起参选的，你无要加，你无要加骂，无要加指责会使。哦，你有可能有某一个原因，啊，但是迄种调高伊，无搁再继续哦选。市议员将会当出来给别人，专心来选国会议员，这你卖当无论。这爱是较支持啊！哦，你像你像迄个电视啦，迄个新闻上的节目，你应该当无论是了讲的啦。来，咱来个看这边啦吼，当然咱未互因孤单啦。民进党类似这款的人才真多，咱未当放伊耍，未当放伊走，嘛未当互孤单啦。咱这点都贵啊，现在物业很坑的。无，哎，这不是伫迄个这边，不是伫迄个什么迄个民间的，不是咱当主将有，不是，伊这对中央的白啦。马进啊，到咱就会谈会了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啊，我讲啦，哎，媒体吼，本身爱是做大经营啦。你对着迄个，也是看你工作啥注意事的，你都无要牵涉噶。哎呀，你想，台湾人民我理所当然啊，人往高处爬。你像类似这种的，这个好的立法委员选无着，连江老迄个不分区的立法委员对迄个内阁里边也无着着啦。这种好的立法委员选无着，咱马上好里边啊吼。马今日你看党员安排，你讲民进党的主席啦，赖清德主张扩大民进党的人才库啦。啊，正积极要栽培党内的少年家囡仔，少年一辈历练党内的中心代。根据所掌握到的消息，民进党党内人事啦，伫过年进行有搁再一波的调动。除了原本的副秘书长吼，啊，这个杨义山留任以外，民进党新北市党部的主委就是何柏文参选立委无调吼。啊，下何柏文啊，包括前媒体创意中心的主任洪世和，拢会来接任副秘书长。啊，分掌着这个组织甲文宣这两块啦。啊，洪世和伊是前行政院长苏贞昌文宣的大将呢，当然真希望会当借用伊的创意甲伊的执行能力啦，来迎接着新媒体的时代。党内人士嘛，指出咧讲何柏文是新北市的主委啦，啊，新北市呢又阁是吼全国人口上界大的直辖市呢，何柏文唔定伫新北市的副选正尽心用力，啊，伊嘛为党来清建淡水的立委啦，未来伊这个组织的经营甲整合上吼，爱挖掘何柏文的新北经验啦。另外，这个洪世和这次大选伫文宣扮演了真重要的角色。过去曾经嘛捌做过吼文创中心的主任呢，苏贞昌文宣的幕僚呢，党中央毋茫讲借重伊的创意甲执行力，伫这个新媒体的世代担任重要的任务。原副秘书长啦吼，啊，黄建嘉正因为吼新来规划清洗。另外，就是民进党选后呢。
嘛有来落手吼，来做出一寡冬季处分，将平会三分有来开会啦，来处理着吼危机案件，总共有50人被开除党籍，包括吼即个被国党连入全国不分区的立委，周如修、麦玉丁啊，也都有即个蔡鸿修等啊。包括危机被地方党部主动评议除名的洪志坤甲郭庆良，也阁有即个蔡木林等。中评会主委吼啊，罗瑞荣伊强调讲，大选结果啊结束啦，是面对着国家新局势开始，毋通所有的人以着台湾的国家利益为重，党员更加爱遵守着党章呢。包括党啊，党工的纪律呢，绝对袂当吼违纪的行为啦。团结一致来争取人民的支持啊，坚守清廉、勤俭、爱乡土的政党价值。民进党中评会昨昏处理四件违纪的案件，违纪的案件啦吼，决议将50名违纪的党员加除名，加开除党籍，违纪参选里长、乡镇市民代表啦吼。有37人可能基层经营特殊性的对啦，停权一年。另外有2案吼，经过申诉，决议搁再吼做调查的处来做处理。根据掌握到的消息啦，周如修啦吼、麦玉丁啦、蔡鸿修，这只有国党甲连立不分区的立委呢，按我家庭呢，被带领甲连做不分区的立委呢，4个人拢开除党籍。危机被各县市市党部主动吼，县市党部甲主动吼，甲评议除名有10人，啊，这10人呢，包括李丽卿啦、洪志坤啦、郭庆良啦、蔡木林啦、陈友和啦、林如红啦、詹瑞红啊、詹瑞涵啦，一个有李英生、黄丽珍、黄文芳。这以上安尼简单，甲咱做一个报告啦吼。我讲你当时忙动作，过境两早就开除安尼啊，到我即马正式开除。你都讲你退党啊，民进党在干嘛拖啊？对不对？爱在一种主动表公开表示讲我退党，迄个时阵第二天就政府时间不调啊，我就党就要拖，哦对不对？哎呀，所以哦，所以下在时啊可以的是，我想，我下在时啊可是啊啦，可咱台湾可以，我下在时啊大家听众要讲，卖伫这个节目叫大家来团结啦，会听这个节目的人拢做团结呀。票拢绝对是无咧当国民党，无咧当国党，对不对？啊，唔免去当家这个当团结啦。讲了讲，你刚刚听啊，孙义雄团结，啊，人拢无团结，咁简单。哦，所以咱个节目卖去讲嘛，啊，要可以团结，爱卡去捧牌，这个是好个。太崇拜这个看法，啊！至于迄种代志参选的，讲到歹呢，我本来就是看袂起这种的啊。啊，但是我大啊，你所谓媒体真正有影响力的，倒一个要检讨代志参选的，根本就无人咧检讨代志参选有啦。我咧韩国瑜啦，韩国瑜做打中山高中时，哎，小阿妈，伊就是走去咧选总统，迄样推荐代志参选啦。哦，迄个韩国，哦，迄个唔定是安尼尔，迄个含的是都有做一种的。伊讲我未来上班，我拜六礼拜无上班，拜六礼拜公务员完成不能休困啦。乜嘢？你啥物咧？拜六礼拜公务员，你是民意代表咧？你公务员，阿爷本来就韩国的人。哎，阿你后过一个红检讨代志参选是啥物人？王宏威嘛，伊拿选调议员名。对，这个嘛错啦。随着重新，我选立委。就这两项检讨尔，剩下无人咧检讨啊！啊，大家拢对政治人有够好诶，一个选有条件选无着。柯文伊就要选入去，你看伊甘愿迄届要选。对啊。哦，对不对？曾志扬麻烦啦，曾志扬，王德武麻烦啦，王德武啊，哦，对不对？伊嘛是捌议员，我无选，我着专心拼入去安尼啊。伊议员无选吼，啊，伊来为着要选议员，选入去诶情况，伊迄届议员是安尼难过。就难过啊，嘿啊，伊都无敢占位啊。变到即摆阵入去，入去，入等到两年后入去参选啊。有。所以讲，像迄个，你看人，人对当安尼做，是安办，对当安尼做。啊，问题是靠人家牵制啦。问题靠人牵制者。无啊。都无啊。牵制。系啊，我拢讲啥？我安尼制度都安尼啊，都无法度啊，哪。是你喎，是违法是无啦，无违法啦，无唔对啊，但是观感无好啊。我来看了到底，今仔日咱人咧开公司，咱请员工，这个员工来到咱公司吃头路，
大众大哥讲，大家请教，我陈家石头路啊，请教你，大伟河我啦，找着较好个时阵啊。我那是咧贵啊，啊，从来咧就无好，啊那找无咧，我找无，我去等下再吃啊。我对我咧是不是讲，你话你袂信钱，大家都话你呢。啊，这个咱对政治人士啊咧，凊彩，占是贵，啊，咱那去拼是亏，啊，拼一亏拼无成，佫收倒来。啊，咱老民主个要求好瑞专业时，爱时是凭啥物？凭什么做这些人要安呢？啊，无啦，不是，我意思是讲，咱凭什么？无啦，对啊，啊，起码嘛是中央人格就是啊。我知啊，啊，迄个就算上，啊，遐代志就算做着，你这个想法，我若算无着，我去转来做议员就好啊。哎呀，对啊，对啊，这种心态啦，你咧等我袂咧管什么事的哦，我袂咧管什么事，这种的啊，伫阮选区出现者，我绝对拢会变。我是啊，在情绪、情绪、情绪变啦。哦，要叫台湾人团结，哎，团结是种的啦，这些政治啊，免上客气啊，对不对？卖就当，你上下咧讲的，笑起来看就好。好个，好个，好个，你袂歹啊，好个袂歹。哈哈哈哈哈。以前还是做那个钱，哈哈哈哈哈。那个钱啊，那个钱都。那我听到叫阿奇的，就是刚刚讲的是讲，以后呢，等你再去参选了，那个卖家讲啊，这多都无多，阿爷面前的卖去替因找这个理由，找这个老崔这个因好啦，卖安尼，袂使就袂使，袂用就袂用，你袂听我讲安尼啊。即个选立委话无对，啊无对，有甲你发中央。对方迄个是台风太强了，伫因个地方太有钱有势啊，迄毋是凊彩立委啦。啊，何伯文吼，伊主动咧选立委，有伊个勇气。对方迄个就说出来后生啊，啊说出来后生，咱知影伊老爸。相当皇帝这个哈，不管啦，有可能只经营了。哎，可以早前做出来，一部分就是早前做出来的算了，因为就是伊所在啦，伊的地盘啊。有经营。我跟你讲啊，部分移民船啊，等下到伊船啊大啦，等算伊部分移民船啊都是掉啦。花莲，对啊，花莲华南经营那做落去啊，对啊，啊经营迄个好。咱认为讲你是摕阮大家人的钱，你家己做民主啊。但是真正收到好处的人，伊哪会想的啊？无想啊。哦，所以人咧笑一句话讲，花莲门拍开拢报分期啊。嗯。啊，什么叫做门拍开拢报分期？嗯。啊，伊送月历啊，这边就报分期的面啊。啊，送米啊，这边也印报分期啊。啊，送啥拢做报分期，逐项都是规定住拢报分期啊。收的最近。啊，咱的钱呢？咱的钱呢？哎呀，迄不是报分期，家己咧做啊。伊咧开呢。啊，贪污上掠，你去关。关关出来嘛是个地号，个地号。啊，你来看高志平，去传一个案件了，你看人就无去啊。啊，民进党人、国民党个差别啊，国民党根本都讲出个歹听，唔知见效。咩那些啊？其实国民党嘅秘书长唔知见效咩那些啊？伊只选民就对啦，讲出个歹听，含笨手咁差别咯。他早，你说明显个。他早民，他早咱民进党哦，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个时阵有一个叫做两年条款。就是讲，你若选举选完了后，你当选啊，两年的内底，你袂使当好多。就是讲，要互伊两年袂当。对，你要到做过两年以后，才会使选好多。结果其实无偌久尔，一段政治啊，讲啊，家己利益去往受损啊，就随甲改掉啊，就随甲改掉啊。两年条款我无，无较早是个两年条款，但人袂记哦。啊，这叫做啥物人改掉，政治啊改掉。啊，台湾人个团结，三个团结在。啊，你解啊？对啊，因为你那个查着我二头啊，同你来解调啊，对不对？讲到拢未见小猪哥一样方面。啊，先后实施，爱看民进党当局未来要进行什么款的两岸政策啊？讲完话了后，就委会发言人詹志宏昨昏就强调啦，不应该牺牲双方面的产业界的经营啊，来作为政治事业的手段啊。詹宏是又讲呢，讲中国强费多年来，拢利用各种的手段方法来对台湾施压，上界典型的啊，就是军事施压啦，啊。兼吼封锁咱国参与国际活动，最近这一两年来，更加利用吼两岸经贸互相依赖的台湾
经济事业，对台湾来做经济事业，就是一克化吼，就是一克化。啊，这个江宏是伊江志宏啊，江志宏伊也搁咧讲呢，伊讲吼啊，这个两岸经贸正常往来，是对两岸的企业啦、产业界啦，拢有好康的呢。啊，因为台湾的产业吼啊，销往对中国去，大多数拢是中间材啦。啊，并且吼，唔是非原始的材料呢，这拢是中国的厂商正需要的物件呢。啊，经过制作加工了后，中国会当搁再卖对别国去，还是转卖对中国里面，对中国人赚钱呢？啊，甚至吼，伊强调两岸的产业界是会当互相吼，拢有好康的，有这个汤跟热量重呢，安尼较会卖，安尼较会卖呢。当然，中国要安怎样可能，我嘛无多人做理解啦。但是不应该牺牲双方面的产业所经营来做出的这个政治事业手段。如果啦，那佫继续安尼做吼，袂当乐观期待中国的企业的经营会当好转。这个中间才是甚物意思？我真正也唔知影啊。但是伊都安尼讲啦吼，简单讲就是中国强匪，伊要看吼民进党出回事情，伊的表现安怎？若表现无好，一克话就要甲你炸断啊，就该剁掉啊。啊，咱这个委会副主委吼，江志宏伊就安尼讲讲，啊，其实一克话对台湾的生意人，对恁中国的生意人拢有赚着钱啊。啊，阮吼卖去恁中国拢是中间材啦，啊，无卖关注的材料，啊，这中间材对恁中国的生意人正好。恁中国摕着阮只中间材物件做做，可以当吼外销去外国去啊，啊无内销去恁中国去啊，你做好个啊，啊来要甲剁断个，唔通安尼啦？甲剁个，唔知啊，啊先开个，继续只风格，我无咧表现，无咧表现你个效果哩，无感觉啦，无感觉啦。过去讲到歹听个，阿南个，阿南个面迄个话，咱听众朋友恁啊，毋是打开去插政治个面迄个话，大众即摆人啊，连伊要做哩贵啊啦，哎呀，十第十六名啦，那个就是笑笑死人啊！姜伟啊，老听着说我姜伟啊，我出家较惨，我若姜伟啊，我着提较早民进党是我伊咧当迄个话个时阵，遐影片讲，啊恁较早毋是袂加呢？啊即摆哪落大个，啊毋加姜子啊，讲了。台湾倒一个中国，唔是阮中国的老大。哎，我讲。啊，中国，我中国要重视。啊，来啦，我解释一下。你等下吼，阿哥做一寡效果啦吼，效果要做，等下做。所谓的中间材，就是只用来制作成最后物件的商品啦。对啊。比如讲吼，咱吼有出产点迄个物啊。咱做个零件，对对啊，可以，按一多就是多成一个物件啦。啊，咱用水果来讲的话，就是讲吼，咱吼有金麦啊，啊麦啊采收收的卖到因中国去，啊因中国甲钱做点麦啊，啊留咧因中国吃，啊是卖互日本人吃，安尼啦，啊不就是安尼啦。简单讲就是，讲迄种听拢无。简单讲就是，半成品是中国加工了后变成成品啊。啊！即讲我自家零件啦，哦，有诶是，啊，自家组装，哎，因看咧，我伫遐组装就主要用着恁诶人工啊，有啥物话啊？比如讲，恁就主要诶机会啊。比如讲，迄个电动诶摩打，啊，咱面对因中国去，爱因中国落甲生产电动甲摩棒安尼啦，哦啦，安尼啦。啊，中国人咧听咧个话，就茫笑笑咧听，听遐老啊，看变安怎好啦。哎，啊，拢无听，可能纯粹讲真诶。甚至就讲啊，是安怎样啊？人中国要断，啊唔断，爱拢无意见出来。你嘛会通讲话啊？你嘛又搁准备搁做哩位啊？咱这个节目两个娘，你是有咩事？一个叫陈昭之，一个叫柯中贤。伊拜托个啊！以前是马英九他们，以前是马英九阿来柯文哲，起码我讲这两个就对。这两个我都看袂起。我哪老啊？我的表娘就是恁两个，老啊！我看恁做袂起个，政治理念会使安尼？无中心思想，花我就花一边，花歪。你会当无中心个啊？吃公鸭排啦！恶心丢人，吃红果，好果啦，好果啦！嗯，是嘛，是嘛。开心啊！本来就是嘛。那你感受上手？好好人唔错啊！啊，真系有经验咧，安尼啦。咱的感受哦，现在是心肝来吼。好，咱真感谢哈，感谢哈。我打架啦，讲要读剑剑，我读药剑剑。打他火了，我关你了。好，辛苦了。
歹势，我阿先啊。我是啊，刚才你好，歹势。阿公，你食咱的这个产品袂歹，阿公想要甲大家分享一下呢，嘿。哦。哟，阿你请讲嘿。我是食十外块。哦哦，十外块嘿。啊，目睭本来。哦。看是拢两个影。哦哦哦，两个影。嘿，食咧。石头要十罐的啊！诶，上影都传染无。上影传染无。本来是看物件上影就对啦吼，一定怕上影就对哦。诶，你过诶，卡救卡金。好好好好。哦，救完了救年花。哦，救卡金，嘿嘿嘿。诶，救下规面拢未困。哦，诶，救金，啊是是。诶，食了拢。拢袂记哇！哦哦哦哦，啊，这是淡化，迄个较少较紧，已经淡化问题啊，对啦吼。哎。哦，啊，这拢甲你改善起来。哎，啊，搁是气候，会晓皮皮搓啊嘛。哦，是。哦，那膀胱上会搓。我就会搓。一只了后。哎。即摆较改善，较袂安尼错。哦，安尼就是即摆目前就是知影，就是讲你看物件会上影，即个有改善啊啦吼。迄个旧卡筋淡化，即个改善啊。旧卡筋嘛改善。哦，啊，你手原本讲攀物件会错，即个动作，我即个有较改善就安尼对啦吼。安尼加到话关了对啦。这小毛病拢。哦，你真好，你真好，有。啊，这个状况，你那朋友啦，你问的时阵，你甲咱斗三讲，爱讲红听咧，红了解一下咧，吼。哦。哦，啊，咱斗三讲斗下，啊，有啥物状况改善咧无？即个前单，都脚的关节。哦，关节。脚有改善。哦，脚的关节咧，好啲啦。脚。好。算较慢。诶，对，卡，你的卡部是外久的代志，还是什么经验？卡是什么经验？诶，卡什么经验？诶，你卡？诶，关节哦，诶，酒店。哦，关关节的部位。酒店啊，有卡未一定啊。哦。有卡改善。哦。啊，伊也包袂关节两度。哦，安尼吼，啊，你敢食豆啊？关落就是即摆目前这个改善状况比较就对啦。哎，哦，那就感谢你呢，哦，啊，咱再继续哦，哈，哦，哦，佮继续哦，啊，伊大家做的状况，甲你改善啊，做好些安尼啊，哦，哎，好，啊，我肯定你带你都亚中华嘛，吼，好嘞，我中华，吼，好，感谢你啊，我带石头，石头哦，中华关的石头了，哎，哦，安尼吼，好，啊，甲你感谢哈，好，啊，甲咱斗小宝哦，好，感谢。哎，感谢啊！今晚是咱湘南公司呢，下咱所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咱的这个广告的时间呐，哈！啊，如家听到咱这个在中华关下头呢，就是咱康正市哈。那康正市所讲身躯顶起来毛病，会当讲咱啊，常常咱碰到这中辈时代哈。啊，中辈时代真济人哦，加加减减哦，拄只只毛病，大概拢有代着哦，就讲目睭咧看会上影啦，哦，啊，这个手咧，这个抓的状况哦，手咧抓的状况等等哦。咱常常伫节目中咧，甲咱报告就是讲好的产品啊，啊，咱伫节目中咧推荐，互咱遮所有的中辈时代啊，所有咱的听众，比如互恁了解啊，好的产品推荐是阮咧讲的啊，但是呢，重要就是讲，这个产品遮尔好啊，长期以来呢，啊，真侪使用者，大家使用过吼，也一支产品呢，遮尔久的时间得到大家的认同啊，吼，这毋是无原因哦，毋是无原因的就对吼。你讲若要用烹调来讲，讲较歹听，烹调一两罐啊，一两瓶啊，意思啦吼。但是因为食了，就是咱康正是讲，即个状况原本拢困了一真久，包括旧卡金，哦，咱也听，啊，现在我那有听到，咱是我长辈时代去讲到这个旧卡金哦，讲哦，来半暝安尼困哦，啊，就用这卡金药，其实是足艰苦吼，啊，看物件会出声影啦，或者讲手会颤啦，等等啥，所以我一项一项慢慢来甲咱做改善吼，慢慢来甲咱做改善，啊，咱听众比如。咱这部中咧强调，咱的产品唔是药啊，哦，咱的产品伊唔是药啊，所以你若是讲，啊，我今仔倒去无爽快，啊，我甲你购买了后，我按算两罐、三罐，我就想要见着功效，
啊，那阿先生必须要甲恁讲声歹势，安尼我无法度，我无法度做到。但是恁若是有迄个耐心，啊，渐渐慢慢来，互伊渐渐去安做顺和对，渐渐去甲咱找，渐渐来甲咱解释。我相信啦、啊，哦，我相信吼。啊，这样好的产品，足侪人使用过，啊，足侪人愿意来甲咱做见证，推荐互咱的朋友，甚至有个人伫家己厝边隔壁，家己都义务安尼咧报互人听，伊绝对有伊绝对的公信力滴咧吼。啊，所以听众朋友，咱的健康专线就是0800-0500-0500吼。听到人咧改善的时阵，啊，咱听甲他听尔，咱有哪想讲，咱会当改善。是啊，我未当改善，咱就来个购买咱的产品哈，啊，跟大家讲哈，0800-0500-0500哈，感谢。0800-0500-0500，这个电话是咱全国免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生产公司经营情况当即马正在进行哦吼。咱每一年的这个时间，拢会做一道周年庆，上个重要就是来回馈。长期间来支持信山公司，支持台湾人俱乐部，即所有的听众朋友，互咱阁有即个开咧继续伫空中为大家来做服务啦吼。啊，所以这段期间的周年庆的活动，咱拢有送出大礼的奖品，要来呈上互大家。啊嘛，唔嘛讲大家当来好好把握。咱即马一处呢，各位信山公司产品十款的朋友呢，咱都加上三款以外，咱伫周年庆的过程当中，有提供当元十万份的电子歌一台。咱就当来个做挑选，咱就金欧姆龙写啊几一台，要个金红，那笑一笑，将咱台湾最做金甘米配钱，你看这种也引起。你要进信山公司，另外有三十粒准的惠安所、金立明、保顺健、喜乐通、喜乐清，咱不说咱这回会当金六十粒，就年前的过程当中，咱会当金六十粒，你个关的朋友哦，会当金六十粒，互你做奖品哦吼。啊，当然，啊，咱拄则所念到的奖品就对啦，啊，就是金一项为原则吼，咱金一项为原则啦吼。啊，另外厝呢，各位券商公司产品呢，无关的朋友呢，咱拄加上一款以外，同款物啦，有伫前几天过程当中发出大礼的奖品，要来互朋友做挑选哦。你无关的朋友，咱会当吼金原本放伫十款做奖品的券商公司。三十粒算惠安所、金立民、保顺健、喜乐通、喜乐清，两个数三十粒。咱就会买过关的零六零万张金的三十粒啦吼。当然，咱要金这个白铁白先生单锁把汤锅一支，你要甲金保温杯一支，金白锁王一个一条，金冰糖燕窝一打。你要金大香的汤匙一打，金无凡气的洗汤毛巾一罐，金无凡气的洗衫巾一包，拢会使。咱就到金一行为原则啦吼，0800-0500-0500，感谢。来，这个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做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首歌曲这是啊，这个江辉所的演唱《可爱的回忆》。是啊，八点到下暗的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呢，电话甲打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好来，感谢啊，咱阁继续来甲进行这部看新闻下来。来，接落来，咱们来甲看这篇这个地方新闻哦。这篇这是发生伫咱嘉义的中部啦。你讲嘉义中埔有一名30多岁姓陈的查甫人啊，因某啦，伫两冬前，讲伫诊所生下了一名红孩啊，讲生落来了后吼，就来过往期啦。啊，结果做红婿的人竟然拢无报警察处理呢，单将这个死去的红孩啊，单甲抱去对呢。抱去因咧住诶后山啦，啊乌一空就甲带落啊。家己地检署甲警察伫旧年底接到人通报了后，就开始落去追猎调查。这里来进行指控诶时阵，这名姓陈诶查甫人，伊承认讲囡仔是伊处理掉诶啦。检察官甲警方昨昏就伊所讲诶所在去甲找这个囡仔诶尸骨。但是这个姓陈的查甫人讲着话安尼反起反倒啦，后来伊阁讲无啦，啊我甲牵住这个溪仔落
雨水甲流去啊，安尼啦，警察嘛拢找无着这个囡仔的尸骨遗体呢，专案唔着吼啊，这个遗弃尸体罪的罪嫌来做侦办。家己地检署表示，讲这个案件事情不明啦，爱听下调查一个段落了后，搁再对外来做说明。根据了解，这个细汉的因某两当前伫家己厝的便所生下了一个红婴啊。啊，毋过就是对阿妈某咧讲，讲红婴生落来，讲规身躯拢乌色的啦，已经也无生命现象啊。结果细汉的查甫人也无通报啦，把家己吼乌一空，甲呆呆的安尼啦。含因住做伙厝的家属啦、长辈，因大家拢感觉真疑问呢。因讲迄当时吼，有听到囡仔咧哭的声音呢，啊，听到咧哭的声音，照你讲爱看到红影啊，啊，奈哭哭弹无去，完全拢无看到囡仔安尼啦，就感觉讲这代志真奇怪，袂当甲放活活咧。当我伫旧年的十二月去到嘉义市警局来报案。啊，因为啊，这个案件发生伫嘉义县的中埔啦，所以嘉义市大转来嘉义县的中埔乡，和中埔警分局来侦办。因为案件发生的时间是伫两当前的代志，线索无济啊。侦办的初期，细汉的查甫人并无承认讲吼带尸体呢。警方这里搁再对伊指控就对啊，突破伊的心防，伊才承认讲伊将囡仔带掉啊，处理掉啊啦，甲带伫故里因厝吼。差不多要行四十分钟的路程的后山啦。检察官驾到，这个警方昨昏来到这个姓陈的查甫人所讲的带尸体的所在，就开始挖啊，开始找啊。但是找一个古拢找无啦。这个姓陈的查甫人突然间甲警察讲讲无啦，啊，都甲牵队咧啊，溪流水去啊啦，啊，好流去安尼啦。哦，讲着话安尼反击反倒，警察到尾嘛拢无找着啦。嘉义县社会局表示，去年十二月二八接到这件的案件的通报，已经也有派啊，这个社工去甲做找找。目前由检察官尽力来做调查，将会继续吼关怀，并且追踪这个案件的发展。嗯，那一项，即卖人生囝都是变做生吗？有啊，嘛是有变做生有。有嘿。有的生囝是爱白叫，有无吼？啊，有的是安尼，警察就揪出来啊。有的出去食叫了饭安尼，简单安尼。但是，啊，有的生一个囝叫，落管咧危险，危险意义安尼啦。但是，这个案件的疑问是最点在啊？囡仔生出来，你若讲死的啊？讲到规身躯乌麻麻，唔得已经无穿。开始讲的啊？对啊。啊，那安尼话，你就直接报向警察来处理啦。我不敢害死啊，是反驳先来就死啊。你的囝是你生的，嗯、你的囝还是你母生的？你母生出来变做生的，咱别个提出去。啊，你讲生法就死啊，所以我特改，你拢阿伯伊讲法啦，嘿啊。所以我话囡仔是娃娃的，你话家家家家，做大人的，这个。伊都无去虎山河平生，就感觉足奇怪啊！你闲啊，无去虎山河平生啦。原因伫做啥？因为即卖人，你讲无伫虎山科来生产，你听着感觉足奇怪。除非一种讲，你着要生啊，啊叫救护车的过程当中，换伫救护车内面生出来，这有啦，捌听过啦。啊，但是这拢毋是啊。啊，无要紧啊，警方检察官就讲要落去追查，落去调查安尼吼。查啦，啊，这是。啊，你咪来讲，这有当时啊吼，这囡仔咧，咱来用好个方面来想啊，吼，就是淘汰了不遇到家庭嘛，啊，就再定来一遍安尼啦，吼。哈哈哈！哈哈！啊，就定来一遍啊，啊，反正望到好物件也袂啊，吼，对不对？吼，啊，出事去做一个好命囡仔咧，对。简单讲安尼尔，哎，啊，无你想。这个是个后生啊，个囝啊，是不是这查甫的这老婆囝？啊，这老母当然伊生的嘛，伊个囝嘛，当然是，但是你是含伊后生，你后生也是你外口后生，外口结婚的嘛，你想嘛？啊，你讲你两个囝弟，你把头来。好啊，下面大社会的长辈是多有听到，迄讲都有听到，阿爷阿爹出来教伊听啊。对，还是不断的写，咱不管了，对啦。我讲，你若家己生的囝，那有可能提脱骨啊？所以你只那生出来，无救啊，死啦！哦，死啦！你把好个个台。对啊，感谢啊。对啊，对啊。
嘛，咱我唔知影，因为你无大动，大家拢知嘛。所以黄金话就都不都拢无去啊。啊，今仔无出来。今仔是倒位啊。所以这就足奇怪啊。无啊，这会唱歌啊。会是唱歌。他是人啊，会唱歌，会伊那一点心啊，结果。唱歌出来，人唔知啊，看未出来啊，有这种的无？对啦，迄不可以，迄我意外的想，居然有滴唔知什么原因呢？嗯啊，好好好。是啊，这叫我开始查这是假的。家己骨肉呢？家己骨肉死嘛就好啊，个大，好啊个处理，嘛报检检查将将往来查看嘛是啊。什麼死亡原因啦？慢點啦，做派的攏會做官啦，嘿啊，做派攏會咱做官啦，做派攏會升官啦，做派攏，說明袂使你過來，來，先講過來。那即馬廣告時間來介紹咱產品咯，咱產品有十多款，七二十外檔啊，哦，這是數量加加長啊，對啦吼。安尼吼，啊，像啊姚林这边军，安、啊、做这导览俱乐部就是头一位，就是这个石头山的叫，啊，真心就是咱雄狮大这喜爱啦，啊，所以阵呢，这食个够正式个对啦吼，免去讲啊，听众朋友，这个健康食品吼，一当食，一当变个正式，食个雄狮石头，再过一届五罐十罐的可能买吼，真少，市面上少少看到这个对啦。所以这原来就是这个物件对咱身体真正有帮忙，啊有帮忙以外了对啦吼，佫无副作用。你唔是有帮忙有副作用，安尼无好咧。这个病食无好，这各种病佫开佫形成了对。绝对爱有帮忙，无副作用，爱清气，袂使污染，产品袂使污染了对。塑化剂啦、农药啦，吼啊，或甚物甚物甚物污染的物件，安全安心个食。身体健康，这个石头山无简单的物件吼，非常感谢啦吼、哦。啊，除了石头山以外，当然咱个有两个所，还个有金立明吼，啊，个人品牌这个集团啦吼，啊，有三四样产品咧，有人购买。所以除了这产品以外吼，咱这产品就是啦，两个所吼，两个所东西，这是咱信南公司为一批做骨头保养的物件，叫做两个所的吼。要人伫恁个所即个产品内底即内容吼，甲咱介绍啊非常清楚吼。然后我放伫要人啊即个节目，下即个广告大上，阮咱个听好详细吼。恁个所金立平第二代，这是咱信南公司吼啊，从小即个金立平吼，佫甲提升到迄个出名啊，即个质与我关系，即经过两关，下即个制作过程中间靠我从做到安尼，所以咱平平钱要开要吃。咱来吃粉，这个茶数较悬的，这经过米白这所的研发出来就是，或者金利人第二代吼，澳洲吼，玉乐通就是咱信山公司吼，啊，对这个米白这集团的对啦吼，伊的正气了吼，对这个长阿伯，我拉上十七就对啦吼，咱透白里的所在对，伊这五酸性的比例后，就将食起来了，从咱的大便所以放出来，或者长阿清洗上，哦，这个是足重要一点的对吼。我合作喜乐通吼，即、这个我做喜乐清了着，这是一种即个保养品。血液咱血咧流中间就对啦，规身躯安尼咧流通的过程中间就对啦，未使有杂质，血内底未使有出问题了着。胆固醇啊，血油开始是你硬你唔知，你就去检验才知。啊，再食西药去降下通气化。营养是咱啊，五宝血清在吃过程中间就对了。一开始在开始在做要靠，也将中间化解掉了，血液流通会顺速了，就这是五宝血清最大对血液最大的功能了，就吼。啊，那有任何不了解，你当拍电话过来吼，不顺便咱男士朋友需要什么，嘿，你们若有吼，放药给你知影，拍电话过来，放药。打电话过来，甲咱爸保存起怎个服用吼？血红素，这个血红素吼，就是咱这个血不正，简单讲叫做贫血。啊，这贫血吼，它种病有真侪这个症状，是这贫血来得产生的。但是你唔知吼，你当作是感冒啊，当作是咧人咧无爽快，心中唔知有倒问题无，呛就呛，暗时啊歹困，翻来覆去，安尼种种个问题，惊咯惊寒。啊，脚的手背零几几了掉，啊，头发也冇红了掉，
只拢是变黑的三星的部分，所以拢知道，若是真正变黑，三星只正宗，你食血红素就正确了。在日本、韩国，有一年销售5000万只，台湾多干咱咧做呢。所以，公司话这是真好产品哦，吃袂少哦，吼，包一只就对了。但咱现在公司靠非常少哩，这样尔吼。感谢有任何不了解，你拍电话咱做详细询问。0800-0500-668，0800-0500-668。来，感谢啊！咱哥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吼，转国宾会的叫会专线0800-0500-668，电话会在8点到7点啊，那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啦吼。好啦，头拄啊顶阶段咧讲到这个民进党啊，再次参选也未少，国民党也是咩啊？啊，这种就做啥瓜党啊？我是唔知影吼。啊，凡是简单讲，你都无啥物啊嘛，吼，对啊，通系无啥物。所以这个大致参选，条种你若是认为无要紧的，以后这嘛是继续出现的。嗯。哦，但是我拄则举例咧，就讲你今仔日若去开公司咧，开工厂，你会冤枉你讲，迄边薪水也靠我去过一边，啊，迄边啊，靠啊，我去再转来上班。嗯。你要做什么？就安尼尔，吼。好啦，感谢，咱先来做工商差不多，工商服务量，阿玲再个倒转来，感谢。
是倒位较强，路来的过方向，头前干的是几强，路来的过方向，一路再过全是风飞沙。听众朋友，真好用的齿膏要来介绍予你。白砂丸牙膏、白砂丸齿膏是破洗一道皮、治患慢性敏感性腔口臭牙周病，来个用拢有真好效果。我40几岁时阵牙周病严重，我用到即卖10多冬来，安尼拢开用这粒白砂丸牙膏。即阵呢已经60几岁，我喙齿患顾个通用用，喙齿顾个早就知。医生讲我即卖齿患是健康的，你有要用看卖无？叫个专线台南康乐。7945079，台南康乐7945079，感谢你。0800-0500-6688，吼，这个电话是咱啊中国民富贵的教会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年生活活动，即马正在进行当中，一组个别新款公司产品10款，咱有加上3款以外啊，咱有一款精品啊，要来赠送回馈咱买10款的朋友哦。要做官的朋友呢，你等下经东莞十三分电子歌一台，还没经欧姆龙血压机一台，你要甲经吼啊6777江南台湾最早的敏感面部钱，那是拢会用钱。兴信三公司另外有30粒装，诶，贵阳所金立明保顺健喜乐通喜乐清五能骨锁60粒，咱即回会当经得60粒，合理做成品。当然，咱拄只所念着，遐所有的成品都是经一行为关键啦吼。啊，另外就是各位信山公司产品的五款的朋友，咱都加上一款以外，同款有提供吼，啊，正些精品，要来予咱买五款的朋友来做挑选哦。买五款的朋友，咱即回当今原本坑20款做精品的信山公司，另外有30粒装的惠安锁、金立明、保顺健、喜乐通、喜乐清、软骨锁30粒，咱即回咱买五款的朋友，你嘛会当经着30粒，予你做精品啦吼。哦，会当经着30粒不哩做精品哦，像以前诶过程当中有哦。美国款的朋友当然，咱买咱个金白行呢吼，比如讲你买金白铁也未新鲜，单手把汤锅一支，你买个金吼，白铁也未新鲜的保温杯一支，金白砂器搁一条，你买个金冰糖燕窝一打，金单一红的汤匙一打，你买金无换气的洗头毛巾一罐，无换气的洗发巾一包，拢总会使。咱吼经一项为原则啦吼，0800-0500-6688，感谢。来接下来吼，咱叫一个话帮来个听众朋友做这个报告啦吼。咱台南市林保宫吼点灯的服务活动，即马马上开始咧进行啦吼。咱正过过年过这个年，就是甲新年两年，甲新年两年吼，咱犯太岁的朋友就是少量。啊，那吼正相去相到相狗的，偏相相到相牛相羊。咱如果做点灯服务的朋友呢，吼，咱太岁灯一道500，光明灯一道300，另外咱那个万年灯12000块，咱万年灯点落去吼，就是，安尼永久性的吼，咱免搁再点嘛吼，所以永远给咱保庇啦吼。另外，搁有这个开运邮箱300。
每一个月初一十五吼，拢会敬拜献花啦吼，啊，这个包括吼啊开运金，啊，咱如果若想有这个点灯吼，有要做点灯诶服务需要的朋友呢，咱免搁一座吼去到庙里吼，安尼可能人挤人啦吼，咱直接吼，咱来打个卡两部将个电话来个做登记，安尼就引进。咱那个电话0629-51150629-5115来另外这个活动吼，就是咱台南市中西区民族路啦吼，佛头港中福宫，咱这间庙呢，伫大清帝国的时间起的，来到今年已经有200多年的时间啦。咱内底最主要服务啊，最主要吼啊，这个服侍神明呢，就是北极先天上帝，上帝工作，包括吼啊，这个主台福林嘛，主台福林嘛就对了啦吼。啊，本宫呢是西元1984年，民国73年，迄当时有来做重建一道，来到今年也已经啊40年有啊啦。所以本宫的管理委员会决定要再来重新修建，所以咱非常兴奋，邀请全国吼所有的贤臣大德，咱大家做伙来斗三工，观善看，做善事，互咱佛头港中福宫重新修建会当顺利完成。啊，咱如果若是讲吼有要来捐献啊，即、這个善款要来吼啊修建着即个庙宇的朋友呢吼，咱遮有一名负责人，中福宫的负责人，咱敲电话去吼，伊甲做询问看要哪捐献较舒适，咱会当直接敲电话去甲问啦吼。啊，这个电话是手机的电话号码，较长些看啦吼，0928-381-899，0928-381-899。咱找欧先生吼，啊来接电话，安尼就应接吼。以上报告感谢。来接落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做位来欣赏吼一首真好听的台语歌曲。这是咱沙田埔叶先生来点播中天君演唱的歌曲《飘浪的子孙人》。故乡也都看天晴。
感谢哈，咱个等下到咱台湾南区六五的这个现场转个免费的叫会转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电话在是八点到下午七点，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用的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好嘞，咱祝你今日活动持续进行当中哦，吼，台中朋友，咱再来把握机会哈。来，继续过来个看这个的新闻消息哈。来，来，另外咱们来个看这个国民法官法哦实施了后呢，咱又搁有来看到吼，啊，这个国民法官来对着一件吼，打死人的案件来做出宣判。啊，这个判断吼，安尼，咱连无听种朋友去听啦，听看安尼是毋是有利好啦吼。但是这个案件，互人听着，是感觉讲真非对啦。你讲发生伫2022年年底啦，台中市的新社区公墓的边啊，发现着一具的尸体啊，啊，当然鉴定就开始调查呢。调查了，竟然发现讲这根本就是台湾版本的柬埔寨诈欺集团的水房的恶斗啊所做的啦。你讲是名声里面查甫人从银行的账户提供给水房啊，啊，然后呢，伫这个所谓因这个啊诈骗集团有一个啊有一种的职务的名称，讲叫做吼中控手啦，这个叫做刘业兴定四个人，都啊甲阿嫂都甲关起来啊呢。这个姓林的查甫人反抗时阵，煞被四个人用巴打啦，用手铐安尼活活，唔是公事啦。然后都啊去将尸体吼安尼甲车来新社区。诶，蒙阿波诶边啊，同阿个平条欠伫蒙阿波边啊。即、這个检方以着杀人罪起诉，并且声明应该吼，着爱重重来甲判18年定不定的徒刑。毋过国民法官认为讲四个人，伊所犯的是伤害致死罪尔尔啦。啊，所以昨昏同阿个判10年6个月，到上重的12年6个月不定的徒刑啊。啊，这个案件啊，可以当上诉。这个案件是台中地方法院5件的国民法官来审理的案件。伤害致死的部分，刘业兴今年33岁吼，伊伫这个诈骗集团内面讲叫做吼中控手啊，咱有车手这种常在听着吼，即马佫加一个名称讲叫做中控手的组长啦。这个被判15年过来个月。另外一名叫做郑明良，22岁，因为甲另外一名少年囡仔共同是共同犯啦，啊，由少年法庭伫咧审理当中啦，应该加重执行，而且判16年过了各位，其他两名共犯吼，林瑞林啦30岁，吴淑伟21岁，各判12年甲12年6个月。姓林的查甫人甲姓吴的查甫人，另外还佫有犯着私刑。拘禁罪，阁被判6个月当依科罚金。这个案件就是诈骗集团，这个中控手刘业兴等16人，其中12人牵涉着中道罪，但是无参与命案，另外做审判。模仿柬埔寨的这个抵押模式啊，在这个前年呢，开始吼，在这个网络顶面啦，刊广告啦，啊，就讲骗的，骗讲吼，你有想要贷款，有想要借钱无啦？啊，有想要找套路无咯？啊，大吼，安尼骗一寡吼，真需要吼，想要借钱用的人啦，贷款要用的人，啊是真想要吼，要紧找着一份套路的人，就安尼去下面联络呢。啊，一个联络完刷了后呢，就吼，甲遮的人带去这个银行，讲恁爱先
请迄、那个请来申请吼，迄、那个地方吼，安尼才有法度吼人食头路啦。啊，佮再共骗骗来到台中市的北屯区的一间房间，安尼吼共控制因的这个自由条的呢。啊，然后从身躯顶所有价值的物件抢了了啦，然后就佮卡口、手铐啦、黄目睭啦，啊，嘴用铁布佮打起来，关伫房间内面就对啦。一直到佮伊的账户去互警察发现着事件袂当用啊，就佮放走安尼啦。啊，这个死者姓林的查甫人去互骗啦，讲要找头路啦，啊，就开始往那去互带去互银行啊，抢账户，啊，然后就带来一个空房佮关掉的啦。结果一个第一抓入来到空房，发现着讲哇门拍开，内面那是堆吼卡扣手铐的人啊，将关伫内面啊，佮兼黄目睭啊。啊！而且后查甫后查甫的惊着，就开始反抗啊！呢，结果只恶徒看到伊咧反抗呀，不打啦！啊，包括吼因家己私人制造的皮啊，这个手铐纱啊，都硬个头壳都硬唔落啊啦！佮再用旧板硬钢啊，十分钟，我就甲攻击啊！隔天就甲根据新车往阿坡边啊吼，往阿平掉啦！啊，这个检察官就是讲，这四个人真匪类呢，安尼吼。六卡登手啦，好卡好手，竟然唔去找头路做工课，用诈骗的，佮兼恶一个行为，沾染家吼已经无记得个可怜的所在啊啦，建议爱佮谈判吼十二年至十八年啊，啊四个人全部拢讲无啦，阮都无猜人的意思啊，伊都伫遐滚量啊，惊伊吼相差我讲是安尼样尔啊，无着我欲讲是安尼啦，可变化观念是讲。有这个少年家囡仔有出来做证了，即个关系已经空房内底人啊。讲这个姓林的死了后呢，伊被要求为这个姓林的急救啦，因是讲四个人都无条故意吼要杀人的意思啊，同我用伤害致死罪上重甲判十六年啊，处十年不定的徒刑安尼啦。就是讲吼，伊甲人共事了后啦，啊边啊吼空房的宏观的遐，伊拢是较少年的就对了。讲你甲急救安尼就对了啦吼。唉，这个人法官伊就动作讲，啊，这都唔是真正要死的事，只不过甲灵芝啊，啊灵芝一个发伤者伤感觉死。啊，这个人法官你敢未感觉讲安尼，你这个判决伤好笑啊？对啊。卖甲灵芝参事官嘛呗，对不对？这个就个出问题啊。啊，你甲灵芝到安尼，灵芝到放好死。啊，最后一个来救好，拄只讲叫一个少年啊出来甲救，迄个少年是医生。叫伊遐个背景，是会晓去治伊。我这个人，我感觉咧，同人死啊。慢慢个再去治伊。哦，对啊，啊，这真个就感觉办好事啊嘛，吼。然后一时啊，无法判。系啊。他袂判伊啊。啊，就拢有啊。佮袂判伊啊。法官判的面就也袂满意啊。啊，来叫做群龙法官啊。啊，国民法官判这个也变恐龙啊。国民法官咧判。嗯，还办咧，那咱咪办，就无共啊，就不能。而且咱咪办咧，可以上上上，他们也授课都无共。所以足早以前吼，咱即马这个电脑的智慧已经非常的高了，对啦。讲未来吼是希望安那呢，像这种判刑啊，是啥物种种，就无搁再用人来判，因为人有权利法。就是讲人有感情的动物，啊有家己的思考模式。啊对对对，这吼就家己的思考模式。哎对对对，是啊。啊以后，对对对，我讲关键思考。啊以后这个 AI 就是讲这个人工智慧一直发展了，以后可能判决就是机器人去判。啊机器人去判好点，好在倒位，你讲哪？伊无个人的情绪，啊伊嘛无个人的迄种那个啥，迄种感觉。这个免判个死刑，你讲判死刑，咱一个命。对对对，我个人感觉，靠机器人的嘛，机器人就是照你所犯的罪行，啊，用伊藏入去伊的大资料库内，底应该判几单。啊，资料库是人去设计。无资料库是机器人去收，伊去收，哎，伊个AI人工智慧真恐怖，迄进步了非常的紧了，对啦吼。我知影讲，佮免话，佮咱人类叫机器人通机器啊。来，插话啊，不就是这个啦，吼，这个白贼瓜党真正死未变了，对啦，吼，来，这个瓜党呢，讲伫咧面册顶面，就是伫网络顶面指控啊，讲民进党的人，透过足侪管道联系着伊的主席白贼瓜啦，啊，希望讲要表达啊，要支持黄珊珊来做立法院的院长。啊！但是交换条件就是啥？啊，恁国民党是副院长的部分呢，
就来支持阮民进党的蔡其昌安尼就对啦。哦，啊，即马即代志就发酵出来安尼。哦，啊，因为咧是寡党共大面面客啊。结果安那呢？民进党的发言人吴尊啊，半暝啊半无在当困，赶紧就爱起来澄清啦。你讲事实都是安尼啊，事实是即个白贼瓜，你先打电话互阮入营医界办案呢？唔是阮打电话互你，是你先打来互阮的呢？哦，啊，希望讲民进党来支持黄珊珊，啊，若副院长的部分呢，因就来支持民进党的人选。但是好加在你关于民进党党团吼，就加拿支持唯一就是院长第一尤秀坤啦，哦，就是要支持尤秀坤就对啦。啊，若助理副院长呢？哦，啊，你白贼官若较有兴趣的话，啊，若无副院长，就看恁民进党要推荐什么人，嗯，咱来去看会当合作啊。好多都民进党我较大党啊，我哪会了院长哩？啊，副院长阮咧做，哦，对唔对？系啊系啊，啊，吴尊咧讲吼。讲这个台湾的瓜党吼，伫咧这个官方，应该是官方的名册顶面所写，无一个是事实就对啦。啊，见讲话拢讲起就是半安尼啊。这个吴尊甲时间拢讲了，1月31号暗时啊7点外，白贼瓜是你主动打电话，反立名一个医界大佬。嗯。啊，表达讲医界大佬吼，你正讲出清楚啦吼。啊，迄种电话就是讲，民进党你来支持黄珊珊做院长，啊，若副院长，阮寡党就无条件支持你民进党的人对啊，哦，安尼要过交啊，你做院长要交啊，对，啊，吴尊咧讲，立法院的民的寡党家己啊，就无接受到寡民的意见，嗯，因为比较面红，本身就对寡民的意见唔足接受啊，对啦，啊，民进党党团呢？嘛无意思，讲啥物咧？叫阮支持黄珊珊，那个讲袂过个物件嘛，哦，所以党团直接回应就是讲，阮只干那接受支持的，就是尤秀坤啦。但是既然你寡党打电话来啊，哦，啊副院长部分，你若要合作的话，你副院长互恁寡党答应，哦，哎哎，好，啊，所以呢，刷到尾，这就是无答应着寡民这个提议，这才是事实的全部。我想要报一篇你敢知影？你看官方的这个人话，鼻涕跟武器一样，你看嘛。这案件咪真是惊。我知我知，我一说就够侪惊。不，我提来讲一个例子。对啦，我知影啦。但是我一受气。不，我起码就是惊伊讲的，哥要做好哥，爱好做人家做了。这个物件，不，这个物件第一件对。会就更加线路较严咧。有个破了，这个物件我意思讲，官方就这个人咧讲白痴嘛。一个正义的入场，你听了无？习惯性，对，啊，而且伊讲白菜，一般人讲白菜哦，我较少人知啊，那也少侪人知。啊，但是伊唔是，伊讲白菜无大事，伊公开打伫寡党的网站顶面呢，啊，伊讲做民进党未看，啊，其他人未看着咯。啊，所以有阵你都挂未了，挂了了未回应吗？系啊，对啊，啊，你甲白菜的物件公开打出来。啊！你就叫人叫做白贼乖嘛，无除非你挂门叫你明仔载，搁写一篇文章出来讲，唔是安尼，是安尼。连这个所谓的，大家拢证明一句话未中意，我嘛是安尼讲啊，系啊。这个所谓的名，这个以来大佬的名，人大家嘛拢知啊。名拢就对啦嘛。啊，所以这个物件，啊，这个伊安尼加十白头的，搭档伊的官方版上面。啊，伊今嘛都二三二那个毛泽东啊，国民党去套啦，我都吼白贼处理了，我当骗我的，所以才对啦。你谈华东这个乖这个吼，千万你都唔谈。前面问你，本来就是，安尼叫乌卡出事，你都唔知，这就是，这就是第二点我咧讲嘅，就是讲，民进党虽然是拒绝讲黄珊珊，我冇咧甲支持，我支持尤秀坤，但是民进党又个讲啊，副院长我想支持恁嘅人，民进党你到底是安个想要同寡党合作嘅？啊，唔好讲，真讲冇钱，搞笑，你都合作嘅，你都出啦，系啊系啊，啊你个咁样同佢。你见我这政治嘅到底是发生什么大事啊？政治，我跟你讲，香蕉也香，啊你食了香较少，啊香较贵就去当香瓜，啊你话你去食，嘿，啊唔要欠债，啊你就问个大妈，你冇香瓜啊？嗯，好啊，我食起来靠边来啦。
这真正是连两边亲戚，红尘天不惊，真正奇怪伊个咧，所以莫怪有足侪家暴嘅妇人，我足古说伊咧讲，恁爱勇敢起来，一声就把这个家暴拒绝掉，你唔能吞论。你那像民警弄好大啊，你叫官去骗你就行啊，你怎么弄？啊，对对对，难怪啦。啊，你一派查甫未改啊？未改啊，你真正未改啊！你唔能像讲，其实查查甫的。无该讲，就是查甫人，查甫人对女性，这个派是不是啊？哎，查甯人对女性，你那第一根插落去就对啊，阿不要来一点的。一定要继续。我那跟你保持一点的，真正一点的。啊，但是啊，那因为。所以有的查甫人是怕了，兼提钱过来做嘴，完全无咧安大个某，有啥？啊，有是伫咧怕怕，唔咧买咧有咧赚，你听？有这种个咧？有啊，愈怕愈中啊！哎，有是无啊？我唔咧，我靠，大哥，我卖太贱了，卖太贱！我从来不对女人动手，我都动那个司机啊！这个你知啊啦吼？咱无咧教查囡仔其他东西个，因为咱查甫人个难跑，家己知影。有一份咧。我较早看我某吼，老对时阵，或者大家无拢绝对会几点口感嘛？对啊。口感我是识家己咧。识啥？我家己弄家己咧。识头识面啦，合双工。啊！你都问问我讲难啊，我讲咧，我教我某还借我来啊。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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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处理啊，处理，处理啊，处罚，处理就当处理。就喝你来去给你。因为你是女的，我查甫的嘛。就喝你去。啊，我查甫还半暝半处理的时阵，发生什么代志，我家己较忍受嘛。但是你查囡仔随分家。对对对，对啊，我哋就处理，啊处理就可能一天，上上慢两天啊，慢两天袂得嘛。哎，我就处理。啊，我有阵时去，咱就用只。手拍袂落去，你咧，我接着我家己某嘛，接着。那可以开干。啊，我调戏的，就该今晚要听。嗯。我讲事实啊。本来就是安尼啊，我讲我讲到大哥阿母啊，讲讲到大哥平凡。那是我们家己弄的，安尼是啊，我就弄的。对啊，我明啊。弄家己，看我咧弄，看我咧弄家己，我就就出去了，对啦，吼，啊处理了，第一咱某咪处理较安全啊。啊，第二，咱心情无好，有所该人事啊。哦，对唔对？吼，啊，外口会足爱你心情无好来找伊啊。爱就亲像粪扫桶安尼，互你倒粪扫，你知影？家己袂爽的拢倒倒出来，安尼就对啦。啊，即嘛断完了，我绝对袂先开除。就一定等下我某先开除，我较开除。你可以人去找找你跳的。我当然跳舞啦，嗯啊，你啊，一个人咧处理方式无同啊。又是那个啥熊，嗯，睇冇玩机，外口咧就拖上来啊。我唔系你玩机啦，即个特别唔敢啦，都玩机。阿伯讲买了玩机啦，口角是会啦，买两台玩机啦。阿伯一千啊，口角。当然，几年前发布一个官司咧，表扬着结婚超过六十年的，那个讲全结婚啊，什么结婚迄个，啊，其中一对人阿婆，啊，看得真好有影对啦，哦，啊，查甫看得身体也袂歹，啊，女的看得红啊，老气啊，老气啊，咧，高追高追，啊，人记者就甲拄啊，就讲，啊，你阿婆安尼，已经结婚六十年了咧，啊，恁拢安那相处，啊，有咧冤家无？查甫看安那，阮六十年来从来唔捌冤家。你我睇你崩头皮，你系咪依啲正常？但是你话俾人，阿俾人十年啫，坐阿俾人。十年唔乜得运啫，咁啊两种可能嘅系嘛？唔乜得运啫，咁你根本就冇得做嘅。做嘅老运啫。系啊，你咁样相信，我唔讲呢度，呢度。阿云姐就种茶拍成火河嘛，对唔对？一路烧起，点火又慢啊！啊，大家气住就好啦，系嘛？啊，你讲，你讲六十年唔乜云姐，你咁样拍死我都唔相信。我哋唔知，六十年唔乜云姐，啊，你话呢只挂云桥应头夫加应头爹，我就相信唔乜云姐啦。应头爹就靠，应头爹冇去，冇去。我而家应头爹是叫应头夫云姐加我渐渐加讲话，唔加应出应字。我都系六云姐话冇听应头爹，应头爹阿未听住就算西话啊。讲笑啦，讲笑啦，我唔敢应头爹，我唔敢硬讲话啦。
但是都有啊，你见到啦，都讲老兵，兵不来话啊，因老爸拢漳州招无的无富的啊，对不对？啊，这种人看起来是出来应该大概也是第二啊，如此。诶，这嘛是无一定的，有当时会面对镜头时啊，但是私底下含亲戚因咧开讲，反正因老母无声，拢因老爸咧讲啊，无一定啊。拢有可能，系啊，诶，这咱拢要的，啊无拢有可能，啊人家来做咱难关啊，对啦，都讲我啦，估计。啊，来来来，这篇看起来我就是呢，听起来啊，从家带无钱，啊无你要甲广东合作，你看了我是节目中的错啊嘞，嗯，哦对不对？很正啊，咱输我第一条中规呢，那是安怎？啊就是骨气就是安尼尔，对不对？你这讲就这讲就。来，这边来，要来甲咱听众朋友做介绍推荐，这是咱圣山金立明第二代。咱圣山金立明第二代，这是由着咱加拿大尾巴油厂所来制作而成，而且啊，在制作过程当中是经过吼啊，咱高科技来做萃取吼。这个高科技就是专门啊，利用这个螯合技术。配合 PICS 这个高科技的萃取，这是咱拜尔博士伊所研究出来的一种专利的螯合技术。这超临界萃取是咱国内外眼科医师临床所来肯定。当然，这嘛是经过吼啊日本啊韩国，包括美国、加拿大这些眼科医师啊所来认定，目前就是吼拯救视力危机的名药。当然，咱内底的成分有真多，伊有红素、玉米红素，包括花青素、小明草，包括吼、哦、啊决明子、稀油、等等等等，真一项的物件。即所有的物件，如果你若无来利用专利的螯合技术来甲做萃取的，结果就对啦。当然，咱的成分会大大减少。简单讲就是讲，你无这项技术来甲做萃取这的配方，你所吼。得到的这个效果未通真多，啊，所以咱啊尾巴啊，咱尾巴药厂吼，啊，咱拜尔博士用这个专利的螯合技术来研究这个物件，这是目前上界新、上界安全，而且是上界有效保护目睭的良药。听众朋友，咱平常时啊，你都感觉讲有视力的减退，变来讲老花眼、视网膜病变。嗯，斑部退化、老白油、白眼症、大眼症等等，甚至你本来就已经是近视，尤其是高度近视的人，你拢会当来甲挖去，来甲挖去吼。啊，当然，咱平常时，如果你若是讲吼，啊，时常咧用电脑啊、耍手机啊、看电视的朋友，包括你的工作是需要去进这个小小的物件，大家拢爱看，你目睭一定会比较吼，较容易损害着。啊，是讲吼，啊，咱啊，长期间吼，有好咧扫过，不管你桥多歹，还是讲你是开车的朋友，有可能你会挂起乌林的目镜来保护你的目睭，这真好。但是如果你若长期间安尼落来，对咱的目睭的伤害也是真大。恁拢有可能吼，会提早比人吼早一天就白内障，吼白内障。啊，当然，如果若是讲有这个镜头的朋友，包括吼你头路、你的事业吼，是咧看遐物件的人。你上来看，我个人的金立明第二代吼，啊，咱信山公司金立明第二代吼，这是由着咱加拿大尾巴油厂吼所来制作而成啦吼。来，这块机灵，我要来甲咱推荐介绍吼，这是咱的信山软骨素。咱信山软骨素内面有真侪成分吼，真侪成分拢是日本吼专利啊的成品的物件。啊，这软骨素内面伊有日本的专利，就是软骨加原，包括日本专利乙酰葡萄糖胺。这个乙酰葡萄糖胺，伊最主要是咧吼修复咱受损时的软骨、硬骨，包括咧制作吼咱关节吼凹翘，不管是啊这个手的部分，也是讲脚的部分，这个凹翘关节这个所在吼制作，伊骨张骨松，和咱这个凹翘的过程当中会当润骨，吼会当润骨。那是用咧降低油去一般，
安尼咱就较袂去伤害着咱软骨，啊，较袂去伤害着咱的硬骨。啊，如果咱一个啊关节这个所在，如果曾经也有去受伤过的话，有可能伊这就骨张骨伤，而且功能会减退。啊，这个功能如果若是减退的话，你吼啊分泌出来骨张骨伤，伤过头少，还是根本你无材料，人去分泌骨张啊，你当来个挖去吼，咱性散的软骨素。日本专利乙烯葡萄糖胺专门咧制作骨张骨伤。如果若无在骨张骨伤来甲咱软骨的话，咱的手脚、咱的脚脚、咱的关节的每一个所在，正容易会去损害着。简单讲就是吼，你打坐咧磨吼，你迄个软骨咧去磨害去，啊磨害去接触咧去，你就磨着软骨，就是开始关节咧疼痛的时阵。现在软骨素内底也够有两多糖小分子。加完两百，包括维生素 C， 也个咱的美国 NEC 两百分解加素，也个有爱尔兰有机海藻钙。这个爱尔兰有机海藻钙吼，这是补充着咱人类骨头当中的钙吼，上加有效的物件之一。当然有真侪啊，迄、那个产品哈，伊拢强调讲哇，伊的这个产品内面会当补充钙啊，补充什么钙？当然迄是吼，因。所啊，因的认为，但是咱直接要甲听众朋友，要来甲恁介绍目前补充钙上钙有效的物件，就是咱的爱尔兰有机海藻钙这个物件。所以这个物件就是咱这软骨素内底主要成分就对了。所以用这话跟来做朋友，教练甲恁介绍个非常清楚的吼，非常详细吼，处方啊，什么种都拢跟恁讲个非常详细。软骨素加一点一点的第二代的。除了这产品以外，信兰公司还有希洛通，希洛通专门咧顾这肠仔有清气，这肠仔若无清气是袂使一个，怎么这肠仔白疼哦？你家想看我坐着，惊死人，安尼吼。所以从希洛通来讲，希洛通全部治疗肠仔病清气的着。这个是干咱信兰公司有这，这个希洛通这美国政府传研发的着。阿胡技术，他都也跟你讲，阿胡技术就是上面听。所以从此话，我咱等下清气，较袂去记得去等下白听，这非常清楚的对吼。再来一个咱五宝记录清，这血液吼袂使回脑壳，血液来脑壳就来像咱一条牙花安尼同款的对，脑壳也疼，开始惊人杂七的对啦，副的物件就又开始疼，一条狗就袂痛，袂痛就归臭我。所以从此话，咱血更同款意思的对。能够擦掉就对了，吼、哦，有当时啊，咱走袂赴，跌脑里看袂安那落，跌心中看袂安那落，后尾就血袂通，跌脚袂通的吼，就把它清净啊。所以用记录啊，真五宝，记录清楚来吃吼，保顺健，男士朋友，该喝三瓶就对吼，啊，朋友出问题，咱知影吼，吃保顺健，血氧素，日本韩国，一年销售5000万的，台湾多少多？现在改了那种人了，美国政府就关乎咱做安尼样吼，所以主要在产品以外，咱有许多单这产品来做搭配做使用。有你无不了解，怕点我做详细，所以问0800-0500-6688。好嘞，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叫会专线0800-0500-6688哈。好嘞，要开放口音之前，啊，咱原来去搞咱的周年庆活动，去搞咱报告一遍哈。来，咱周年庆的活动，咱即马正在进行当中哦吼。咱一组个别生产公司产品10罐，咱都加上3罐以外，咱个挑选动员10公分电子歌一台，你比较经欧姆龙血压机一台，这种类型是经6777啊，江南台湾最热的金刚棉布的质量，这种会办。你比较经生产公司另外有30粒升的血氧素、金立明、保顺健、喜乐通、喜乐清、软骨素，咱这回周年庆，咱会当经60粒。每十块的朋友，你当金来十两无吼？当然，咱独家吼连底下的产品就是金一行为关键。啊，另外是从咧个别生产公司产品咧，5罐的朋友都加上1罐以外同款。咱话当金吼啊，正些产品，咱每5罐的朋友，这回咱的当金着吼啊，原本可能20罐做产品的生产公司，
这个三十粒装了桂安锁、金立明、保顺健、喜乐通啊，一个喜乐清，两个锁三十粒。即个咱买五块的朋友，你嘛当经理三十粒，互你做精品哦。你要甲金丹锁把香果丝，你要甲金保温杯一支，要甲金白沙湾鸡各一条，金槟行燕窝一打。你要经单向的行者是打金吼，无烦气的洗泡沫精一款，无烦气的洗衫精一包，拢会送。因咱一道经一行贵关节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吼。另外要来甲咱报告的是吼，咱最近因为过年啊，货运吼啊，载货量比较较侪，譬如讲有一寡寄啊礼品的过年过节免不了会寄一寡礼品，载一寡礼品啊，所以吼，咱信达公司的产品吼，会去甲咱冻结时间，是咧冻结时间未足够啦吼，啊，而且西瓜去冻结甲咱就歹势些，啊，包含些，系嘛吼。再来，感谢吼，啊，甲咱做报告来，后边时间咱就开通可运的电话啊吼。269-945-6 269-945-6齁，台南的電話啊，我不太表達的卡就麻煩大家加一個控制齁。好來，感謝啊，你好。好，你好。咱都不常好好過每一天，平平安安過日子。柯文哲說愛說謊的民進黨，這個政黨愛說謊話，啊說好貪污，啊，还有他自己做错事不道歉，没打结的话，一个激动，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啊，你们都知道啊，我们知道你个性乱讲话，乱谩骂什么的，啊，大家都要忍受嘛，啊，吴森说的，是讲要去走嘛，来去走，人都有简讯啊，什么什么怎样，都有文字。这个我也要发动啊，可是为什么民进党或者是那个五十个草狼为什么不站出来澄清呢？柯文哲，我刚才听他讲，我的答案又来了，那没有一天安宁日子了，一个爱说谎的民进党啊，什么贪污的民进党，可是为什么只有人要澄清？你们三位帅哥每天带头了，我带头了，澄清一下，那不是贪污的政党，也不是说谎的人嘛。我们这都是自己的人在听啊，咱这都是自己的人在听啊，你是咧？我新人出来，管你好事不好事。是，恁得爱高飞通来，这波去动还好。不是教书的吗？怎么教书这种环境？这种环境怎么教书这种小孩？好 ，OK， 卖手机啦，无啥物好手机啦。哎呀，那也都没意见啊，那喂。哎呀，你的话。喂。好嘞，喂，听喂，我听这样的。人来讲，民进国民党唔好啦，但是民进党啊，未通好到几多去啦。恁结果头前在讲的时阵，哦，债主贪钱啦。国民党嘛，民进党嘛呢？对啊，这拢有啊，我就讲拢有啊。对啦。那要去选立法院的市员，那要选立法院，你也是完全是吧？对哇，啊，怎么这电话这个这过了当期啊？都不能玩，不能做玩呢？哎，大哥，不碰着呢呀？有啊，有时的啦，啊，有迄个袋子拢有啦，拢有啦。啊，那资料你的本事，你那要选立法院的时，你的迄个就分两档嘛？要两档啦。第二点啦，我做个呼吁啦，在那个54台民进党的电视54台那边找啦，甚至说的时候，咱在家里的时候，人一概说红川啦，提拨红川啦，在那个电视台上管不是拢在说那个黄国昌啦，都在那叫黄老师啦，他娘的太棒就看了，什么黄老师，那些分了我的我人中者，还在讲耶，你听得出来？讲耶，你听得出？那是在讲耶。啊，你知啊？一年他靠棒球看嘞。好啦，还在讲耶，还在讲耶啊！讲过这国昌老师是在讲耶，听无？啊，柯文哲这种名副其实的白贼党，不能被他动啊！对，以后就叫他白贼党就好。他为什么民进党？为什么老是吃闷亏？他那个什么三仓配根本就是他扮猪吃老虎嘛，以小博大，这跟波嘛。
怎么想也不可能啊，怎么拿五十一去跟你爸在那赌嘞，对不对？你如果说是油汤配，说不定我们还会相信啦。那你如果说三汤配，有几个人会相信？动作要扯死你啊嘛！你动不动脑？无啊，啊真正上真正无过去啊，骨头连骨头都没。你哪里扯死都脑？那个再不扯了。啊你出来讲这种话，还要去告人家？啊你这种啊，啊所以说你民进党不能老是让他倒打你一把。我后边自从小英那个时候，第二任没有支持他，他经常在倒打民进党哎。所以民进党现在有无声，我觉得无声反应的真的很好，很快，越快越好。对了，喜欢反驳。讲一句，我马上出来给他反驳。那也叫北上话，那顽固。让这个白贼哈，白贼欺哈，高照就北上去了，告诉谁啊？大家都在讲北上的，你起码都是北上去的啦。那反正哈，就让只要他讲出来的话，让他。把它塑造成他是北传奇的北传道，只要他讲的话就没有用的了。你不要形塑他这样。好，感谢啊，谢谢啊，来谢谢。台湾人能中人啊，我分析一下啦，咱是民众，这民众是真严啦，阿是乖哦，甲广东遐哦，遐人有对啦，伊不管啊贪污，像这个广东这个，拢五位抓钱的，拢动作，啊。掏空了，反正国家错地了，在上几十秒错地几百米地了，啊，百姓还不是算好，这台湾人哦，讲台湾人哦，两种人啦，一种做毕业啦，一种无做毕业啦，阿兄，阿兄，杜大哥，我讲有理无理，无理，所以台湾人哦，咱想做毕，做毕就是咱以后咱家族那各种各有各有地的，然后做毕业就对了。那我说，我这个说的，我做少的就不可以的，阿爸讲一生修了。好，来，你好，你好，多谢。哎，总经理，英英已经有出来正式讲，较少卡是当电话。陈英英啊，所以讲，卖阁想起讲什么人拢无帅，澄清是你无去注意的。第二项，较早毛三党，有一个叫做亲民党，个叫做新党。迄阵啊，咱咧选立法委员，或咧选议长。恁今日去期待新民党的头呢？对啊，啊像啊，即届恁就感觉讲，恁会想讲要去叫民进党、唔系民进党来头呢？因为选民本身嘛有这种幻想嘛，所以莫怪监管的人安尼做，会安尼做嘛。伊无投咱，是进进党的嘛，进进党党伊嘛就是同伊个进党啦。所以讲，这真正无啥物人拢想滴个啊。啊，伊咧无啥，我伊是强调，靠出来开始讲。即届选举其实是，即个结果是对民众、民进党好个啦。已经证明讲，党内有一挂，无论是党友还是讲党内高层，足侪人对瓜分者还佫有抱有幻想，无袂多安尼反话啊。啊，即届只要是下到甲十成功，下礼拜无可能合作啊，因为你佫合作，迄个支持个民众，敢若像迄对高嘉瑜安尼共款，绝对有一部分人主要。破天民进党啦，所以讲伊就唔敢，这是对台湾的政坛是好的啦，免真正免烦恼遐尼多啊。好，感谢你哦，好，来你好，你好。你好。喂 ，Hello，Hello。叫那柯文哲回去咩？哦。哎，这有道理啦。哦。到伊伊上是算讲哦，下摆再别个来阿你讲。东北唱的感情，也继续嘛呢？你那可能该回去嘞。系啦，那么无主要，伊个无计到底系列啦，无主要。咩歌啊？系啊。柯文哲讲咩歌啊？有阵啊，咩歌？对啊。我讲去北唱，无啊咩？我是讲伊这个代志拢是哩。是。话咱家报回去，比如互亲人知影，互小头知影。好好好。你好，你好。诶，三位你好。你好。我今天哦，上心啊，拢无困啊。是啊，上心，是啊，上心。啊，落昨个电视播啊，啊，搁恁老婆啊。报啥？报啊。有婚事节啊。哦，有结婚事节，伊有另外伊个，伊嘛七十多岁啊，退休，伊拢关心上个啊。哎，拢无感情嘞，还互恁做厝人打欠负嘞，互恁
在厝的人，唔敢，唔敢咩安尼啦。系啦，有啦，咱了解啦，咱了解啦。有啦，有认真的规划啦，吼，即唔免烦恼，唔免烦恼。伊嘛先十几岁，就算讲伊即马退休休息，跳骨冇运动的啦。了解，我话感觉唔敢，敢伊讲从厝做安尼做退休啦，吼安尼吼。对啦，对。咱个做工贵啦，按对啦，我做啦，吼。哦，我来看看是安尼啊，即个年岁啊，好退休。应该是，等到几年了，慢慢的摊开，他最好能做啦，尽量做尽量。南国不寂寞，在这些广告，但现在公司许多三级的产品哦。台中朋友已经差不多拢，将军阮唔免去讲啦。哈哈，为咱的健身，咱就知影吼，讲对这身体上去保养吼，人吼，较用都是老婆，唔是遐就是遐，唔是遐就是遐。身体上绝对无人讲吃饭失利的，因为恁若食愈济货，中间身体上的毛病愈来愈济。唔是血压啦、糖尿啦、不是三高啦、有诶无诶，安尼个心脏啦、啥物酸痛啦、骨头啦。理会若有，绝对是安尼就对。所以讲，是话医生爱去检查，病医爱去看，食病医药啊，西药做你个食无要紧，因为你若去食咱许多种即个产品就对，会当甲你化解一下西药食入去体内的伤害就对。这已经足清楚就对，大家拢知影。包括病痛就对啦，有许多种咧帮忙就对。你的服务员可能会注意，一寡医生看足久，看到有汗液体的人，也是同款这個意思对。许多山一味好山品，这是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了对。但现在公司目前在咱的平台，有可能人家有一味许多山吃好，听到的人，往后接到的人太侪太侪太侪，所以公司做这样子，今仔到国庆时一枝独秀。在台湾这个地区、这个所在、台湾这个国家内底，许多山都敢咱独独一味尔，无人通共款的成分，叫做山叶去，多少多山顶的山，许多山之味，请同志话较灵敏就对吼。许多山当然有配合的产品啦吼，咱各有恁骨头，对于骨头。有听他讲个介清楚了，这骨头变阿个吼，就互咱当作是了解吼。今日变个第二代，吼，这个有人嘛是有讲过，吼，这第二代吼，是阿个第二代，成分搁较悬。这尾嘛，就传了研究两波了，对啦，两波，我是这部中有讲过。这两波突破了了，对啦，今日变个第二代，哎呦，食咧个地个无，含个较早第一代个无同啊，表示个成分骨提升。好提醒我着，这是金密片的第二代吼。四六通对这肠啊，肠啊无好，肠啊有毛病，多少拢啊，肠啊迄个卡喺哪脏脏去。你不过侵了，会造成着迄肠啊出问题，息肉也好啦，你着去检查来知。检查爱看见医生来讲讲，哎，检查是你肠啊有息肉，无体袂使啊，要挂起来袂使去啦。这要挂起来，中间这个，我们唔知外久开了，变成一种歹的物件。所以这是互咱做一了解吼，这系统专门咧过咱的肠啊，扎三十下就对啦，八台五里，这介好，可以清气上，就人家伊就变成死咯，迄肝胆骨就生裂啊，都变成裂啊，裂啊讲话恐怖，听到裂啊大家惊吼，啊死咯就等于裂啊同款，所以就是话系统就是有人吃死的对吼，我报你多少哦，这会。啊，无讲啊，这是一种保养品啊。咱食五宝，伊就先可以老透顺手了，叫别脱掉了吼。保顺健，咱听讲比如讲，保顺健，咱年岁也有啦，五六十岁以上起来吼，咱就讲老兄弟吼，老朋友吼，六七十岁、七十八、七八十岁就对啦。新鲜，嘿，阮厝啊棒球队拢走去这啥，走去咧挂迄个做啥，也无错了对啦，安尼就对。好好地来使用咱保顺健感谢吼。火羊座当然啦，对这贫血，食火羊座之味啊，正确了就。所以有阵时啊吼，咱贫血会造成真些，一些头晕眼啊，心中一呛，安尼啊就会想，咖啡因滴滴。
今日人嘅精神无好。你问当作是感冒，人家是病咧，三心五意安尼哦。所以上次我讲的是血红素，你个吃，那是真正病迄个问题，吃血红素非常健康。去介绍会员吼，所以主要这三品水果吼，咱用许多三七三品传播，大家做一下调理，可能身体上会保持健康，甚至体能各会更加好，抵抗力更加强。这是咱信任公司一三品做的到一点了。有任何不了解，请你拍电话，跟做上前询问。0800-0500-668 0800-0500-668 好嘞，感谢时间的关系，这个到这，我们来讲过一段了。咱0800-0500-668的电话呢，两七点以前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吼。啊，有些群呢啊，伊是调这个立位了啊，别个生活规划安怎样啊，伊是自然都有安排啦。吼，啊，如果若是政府单位，咱即马还搁咧执行啊。啊，那是讲要有些分安排一个，我相信也是有啦。哦，所以他一个阿桑吼，讲上心到很，很上心啊，对不对？有些分这个年会，少分一个嘛，不是无好的代志啊。哦，嗯。我平常即马大家就假就是啊，较早是完全是你寡分提示你个带过出来。哎呀，你个带出来啊！你个带出来，你个带过出来对。啊，咱基层哦，看到伊从动车路咧进行小跑步的进行，咱就已经个过去啊。嗯。哎，但是民众还佫看无。到个对面阿哥咧，同你电话咧联络，阿哥做咩话听？我做咩？我做咩？就是咩咧？我说免搞假意。所以哦，家己做先去看咧，啊，你叫我每个深度合作，实在是免插你几条。嗯。伊永远做地产大动。嗯。伊要必去国民党，要做第二个党，就爱国民党腐败啊！但是伊要抢国民党，嗯，对了，伊应该要做第三个党，咱容易做第三。哎，对这面谈的党，你差不多。哎呀，好，安尼啊。哎，那是咱咧讲的啊，政治啊都唔是安尼想的，我讲，哎呀。来，时间的关系，来，我们在空中再会，拜拜。